农委会苗栗区的农业改良场去年推出新品种的草莓莲香，经过苗栗太富的农民去吃中，是顺势打出了投入用的果子。农改场就讲，莲香草莓的形干脑也甜度最高，做得到16度，安尼小比赛就有韩国多样的选择。这个就是恋香，九凤九凤的草莓蛋糕是拍摄的，也是苗栗区农改场亲身草莓改良的品种恋香。不但香较好种又甜，要比传统的凤香的还较甜。它的果实哈，刚刚讲的，它的果实可以冲到16。如果是蜂箱哈，你再怎么施肥，10亿已经很大了。那香水更不用讲了，香水大概10哈。台富农会去年得到苗栗农改场授权，投入苗栗乡建设的，虽然讲也种样的，种较好，较唔惊偏虫害，不过种的时间会较长，采出去咪比传统的草莓慢点会越长越，可能会影响农民种的意愿。产量倒比蜂箱好，但是比香水差，但是它的产期来讲，比香水大概要晚一个月，目前来看。也是太富乡种草莓，种的太阳的480公顷安法，新品种莲香太阳有3公顷安法。农民希望未来透过种的技术，比莲香产期较减少的，安尼农民会加上来种，要本消费者投资草莓的时间，有限较多样化的选择。下个新闻由李诺苗栗报道。